你说什么？我喜欢他们。你喜欢甲虫跟面包虫啊？我要摸它。好啊，可以啊。小可丽，是它，可是它会摸我吗？不会，你只能小力的摸，轻轻的摸。可是它们是爬来爬去。那你就看它们就好了，不要去摸它们好了。不要咬，不要咬，它们会头会晕哦。站起来！对，他们在运动。哎，姐姐回来了。哎，不要不要给妈妈，不要给妈妈。小虫，面包虫，你好，我是黄宝俊。哇，你好有礼貌哦，你跟他们打招呼哎。可是他们在爬来爬去，对啊，他们就想要动一动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动物就是会动了，动的东西就叫动物啊，他们就会动来动去啊，运动，为什么？运动啊，运动找东西吃啊。爸爸，等一下把他们带回他们家，让他们吃东西好不好？不见，那也跟他们拜拜，不见。不想。想看他们，你想一直看他们了？